录时间的变化，亦记录社会环境的变迁。作为一个filmmaker 咧，我只是将我所想象或者认识的真实咧拍出嚟，就唔系一开始我喺一个高嘅位嗰度概念行先，然后我去揾一样古仔嚟证明呢样嘢。我喜欢嘅嘢，正系佢哋喜欢嘅嘢。咁而呢一样嘢就系我同埋呢一班人嘅呢一个年代嘅一个反应嚟。两代香港电影导演许鞍华同郭子健经历香港电影的起落，他们又怎么看往后的发展？香港有你，逢星期三晚六点，无线电视翡翠台，八点半，港台电视31。